大家好，这是我刚才新买的一个蹦床，应该是跟这个同款。等会儿我拆开来看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我已经装好了。大家看，这几乎除了 logo 以外没有任何区别。刚刚我蹦了两下，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就跟新的一样啊。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？这是2023年8月份买的，这个是73块钱，这个是2022年3月份买的，这个是169块钱。其实，在2019年我还买了一个更大的，比这个当时都270多块钱。所以你看这几年下来，这个价格一下跌了多少？同样一款产品，我觉得这就是代工的一个区别嘛。你看这价格一下跌了有一半儿，还有像这种的话，确实基本上你就用1年多也就差不多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会断，然后这个腿儿也会完蛋，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。